到家了，到家了，才去取了个快递，来开一看。这个是我参加什么活动对的奖品。我刚刚去盒马买这几天在家吃的东西，暴力财神。茶里的一个茶包里面是什么？还有两个味道，一个西柚味，一个青提葡萄味，等下午可以泡来喝喝。再看王菲菲的景德镇 vlog， 国庆没有出去玩，人太多，我不想去人挤人，就在家里面跟朋友聚聚吃吃饭。试用的面膜 Dr. Marie Morita 这个牌子没用过。阿里兰德的一个茶树的化妆水，没吃饭了，点了一个干拌冒菜。绿茶爽肤水，晚上可以用它来湿敷，这两天吃的比较上火，还长了点痘痘，就可以刚好用它来湿敷一下。买的这个新品还打折，浓醇芝士蛋糕味乳，来喝喝看。因为现在小时候喝的那种芝士牛奶，本来也是芝士牛奶，挺好喝的，挺浓郁的。当当当当，点的干拌冒菜来了，哇，看好有食欲，还有蜂蜜，当当当当，里面有蒜泥什么的，还有甜水包，边吃边笑。我拿错，本来想拿开心果那个，结果拿成伯爵红茶的。加点小泡菜进去，拌一拌，下面泡面。两点钟才吃中午饭，面稍微有点坨了。加点油醋再进去，吸饱里面的汤汁，很入味。需要午觉吃一点米，明天呢泡个茶醒醒瞌睡，又要吃午饭，现在天都黑了，已经六点了。青提乌龙味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晚上吃凉面加蛋糕。打开都闻到很浓的青提味了，点喝个咖啡。我点了个罗森的外卖，因为要拍一个薯片的一个广告。茶已经泡好了，我们吃凉面，我在盒马买的。点的外卖到了，
这茶泡着很香耶，就是在这种降温然后天气不好的时候来一杯这种温暖的茶特别治愈。看看我买了些什么，热辣香卤鸭手，新味道。这好像是买的那个牛肉卷，明天当早饭。我挺好奇的一个零售买的仓，泽尔根的一个薯零食，等下吃吃看。一瓶月亮蛋糕。都准备晚上吃了。方便面，经常买的小卤蛋。开饭，开饭！切了一颗蛋糕。看着很不错呢。先来一口，它中间是黑巧 ，all black， 苦苦的，然后很丝滑。好吃好吃。凉面，上面有鸡蛋丝、豆芽、胡萝卜丝、黄瓜丝、鸡丝、小米辣，粗的面皮。倒进去。我打不开，等等等，就不太好办。但我不想拿筷子，但我要去洗筷子。你有点圆，加点醋进去好吃多了。我先吃饭了，拜拜。最后吃根烤串收尾，中午烤的，晚上再复烤了一下，焦香焦香的。你爸还在吃嘞，我明天在这干干工啊，干活是吧？明天看我长啥，我这个熊啥都不会。